大天使麦可信息，关于创建你们地球的天堂之光，传导作者 Rana Herman Vazan， 译者 Nick Chan。 敬爱的大师们，当你们能做到连接和整合越来越多较高领域的更精细频率的时候，你们会开始理解你们的物质实相会是多么的不同，你也会认识到你们未来的人生体验将会如何彻底的改变，因为每个人的心灵感应和灵视力都将被完善，你会明白为什么真理、荣耀和正直会变得至高无上。我们知道你绽放的光的图案和模式，还有你能量特征的共振，无论和谐与否，我们能看到你的辉光或不足，在我们面前你们无法隐藏你们的真实所是。在不久的未来，对许多进化的光之工作者来说，这一天赋会成为一种常态。你们不仅在寻求回归内在的平衡与和谐，但收回并完善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灵魂之歌，这是你高我最大的愿望。你所存在领域的光谱和声音频谱要远超出你们的感知和想象。在你们的实相中，你们只能感知到极少部分宇宙的声音、投射出的光，还有我们圣境影响力的宏大和庄严。恐惧和小我是你们最大的敌人。正如我们在最近讯息中解释的，你们当前正体验的消极紧张事件是由内在激起的，是为了帮助你们根除或精炼过去的条件模式。一些测试和包容情形的产生，是为了帮助将你还没觉知到的任何限制和有害的思想模式带到你的意识层面上来。宇宙法则说，为了进入下一级的更高意识，你思想模式的频率一定要得到精炼和提升。在你能够整合新一级意识觉知所包含的振动能量之前，你必须要先达标具备资格，或变得与之调频。一旦你对那个层级掌握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准备好接收它独特的赠礼和带来的好处。当你开始遵循你高我的推动，你会具备能力不理睬或不受那些试图削弱你的人的行为或反应所影响。二元和极性世界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从未有过任何体验，而只有充满爱和正面的行为，那将不会带来什么成长，只会停滞不前。你的小我会不断地驱策你专注在外部世界，而所做出的表现不会利于你成为一个渴望的自我主宰者。如果你有意识努力地归于你神圣之心的中心，运用神圣心智的开明智慧，你永远不会被带入歧途。当你像自己主人一样建立信心，你的直觉会越来越强，你会总能明白和感受到需要做出的正确决定或需要遵循的道路。当你的信心和直觉力增强时，犹豫不决就会成为过去。你再重新得到你曾在较高领域享有过的掌握技巧。请记住，你一直是而且永远是一个技艺精湛的世界缔造者。你存在于较高领域的时间比沦陷在低维度稠密环境的时间要久远得多。永远不要忘记，你是永恒而不朽的。你的物质身体只是上帝赞助的临时殿堂，神圣之心是灵魂的殿堂，那里是生命的精髓本质，真爱常住的地方，也是你无限意识开始的地方。神圣之心内部的钻石核心神细胞容纳着神意识的十二道光线，它们是被称作光线的折射光的以太水晶棱镜，放射着造物主的精髓本质。死亡是一种形变，是一个从肉体外袍到光之外袍的转变。你只有一个生命，而那生命是永恒的。
在穿越永恒的旅途中，你曾被虚构为许多角色，然而在你的神圣之心中，你一直保持在初始的状态，是至高造物主的一个神圣之子。成为觉悟的人，是认识到自己内在的神性，由此来自于神圣之心的内在冲动，会协助你去万无一失地遵循神圣本我的指引。在较高领域，你的光之载具是纯净、完美和不可摧的。想象一种从未被修改过的完美、明亮形体，没有丝毫的瑕疵。即使混乱和二元性是你们存在的第三斜线四次元的构成部分，但这个分宇宙的主体计划是有秩序和意图的。在不完美或没有清晰道路适当可循的情形下，你们是不会被作为共同创造者派送出去的。在这个分宇宙的表现中，你们神性本我的全意识回归始终是被保证的。你的神圣心智一直知道真相，最终会超脱于混乱心智的不实想法之上。当你努力清除所有起消极作用的潜意识心智的时候，这些都可以被重新编程。你的神圣心智与神的心智是直接连结的。对一切事物保持适度的温和，会产生平衡和安康幸福感。自我主宰会控制身体斜线情绪和较低心智的思维过程。自我主宰是在混乱和变革中坚定的归于神圣之心的中心，在从父神斜线母神那里获得力量和指引的时候，紧随神圣心智的智慧，同时在一切幻象慢慢褪去的时候，学习成为这个过程的观察者。许多人已经发现，你在外部世界无论体验着什么，你的内在都会升起一股强烈的喜悦感。这些强有力的能量脉动会盖过一切不和谐的局面，帮助你保持在神圣之心的中心。个人意志来自于灵魂内部，而神圣意志是源自于你神性精髓本质种子原子的内在。灵魂永远寻求整体的完整进化，它的主要目标是重归合一。在你们多年的测试、考验和挑战过程中，我们告诉过你，扬升的过程会使你认识、释放和转换一切携带在你物质、心智、情绪和以太复合体中的负面紧张的振动模式。当新手开始蜕变的旅程，你可能不能理解或完全明白，当你内在到达一定程度的平衡与和谐时，会有多么精彩的礼物在等着你，那是恩典的礼物。当人们达到有能力在第四维度中段以上的频率模式上运作时，恩典状态就等待着地球上的每个灵魂。当你回到光与影的光谱中可接纳的二元层级时，你会逐渐学会保持在一种无伤害的自然状态，这是成为以心为中心和专注灵魂的关键因素。扬升意味着达到一种对本我清晰的觉知，并接受你是我们父神斜线母神的一个延伸体的事实。当你向本我内在越来越深的探索，你会认识到与造物主的亲密连结。当你感受到与父神斜线母神心与心间连结的精致祝福，你就能够完全的吸收爱与光的金刚粒子，你对爱的渴望会渐渐实现。你对滋养的渴求一直会得到满足，而且你会被赋予快乐地完成地球使命所需要的力量、意志和决心。通过这个过程，你的真实本我会慢慢地显露出来。我们已经解释过光与影的光谱在这个分宇宙中是如何被创造的，这样人类就能够体验到二元性和极性。在更高的次元，那些最靠近父神斜线母神和大中央太阳的地方，二元光谱非常窄，然而当每个次元在被建立的时候，它都变得更宽，而且发出更多声音，直到它达到被体验过的最大幅度的二元性。
你们有意识到人类这样深的陷入到二元性和极性中，由此带来这些痛苦和磨难，这不是被刻意安排或制定的。现在是让所有过去的扭曲和放纵重回和谐的时候，协助你们自如优雅地走过这个过程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亲爱的，你们太多的人携带着过去的负担、今生造成的过失，还有由过去条件模式带来的误解，和所有前世创伤事件或行为所留下的埋藏很深的记忆。在紧抓和携带着这些记忆和不公的负担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好处。现在是时间，请允许我们帮助你疗愈过去痛苦的创伤记忆，就像我们清理第三四次元集体意识信念模式中的扭曲不实，将那些次元带回到原本设计的二元光谱中一样。我们反复地告诉过你们，疗愈过去，谱写未来，活在当下。因为现在这非常时刻是创造的静止点和力量中心。为什么不走入那螺旋的中心，进入到二元斜线极性之眼，那里一切都是平和宁静的，充满着纯净、丰富和原始的生命力物质，正等着被塑造进你未来的视野中。这个非常时刻，当你进入你的神圣之心的中心，你会体验父神、斜线母神和至高造物主深深的爱与慈悲。要知道，你们是被珍视的儿女，肩负着重要的天堂使命。请记住，你所说的或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这爱减损。达到宇宙意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当你达到一定高度的智慧和神意识的时候，人类的心智逻辑和神圣之心斜线神圣心智会以一种灵性力量的方式开始运作，你会自动开始质疑不同宗教信仰内存在的矛盾。这是必要的，这样你会开始去寻找那些散落在古老经典中的纯净的神圣真相本质。借以时日，依据你当时的意识水平，神圣真相会被揭示给你。一个自我主宰者会持续地探索、寻找和整合综合的、能带给人力量的神圣宇宙真相。扬升是一个持续地超越你当时局限性的过程，即有情绪上也有心智上的。你必须要不断地去整合和体验你所接受的一些新知识，将之作为你的人生观，由这些理念中去获得智慧。我勇敢的和光者，你们内在和外在对变化的频率模式变得更加的觉知和高度敏感，你们的意识感知力在增强。至关重要的是要学习成为一个心智上的观察者。一个自我主宰者总是会从更高的视角去看待生活中的事件，这样他斜线他就不会被剧情中的动荡和蔓延在整个世界的混乱所迷惑。当周围的世界似乎越来越深地沉溺于混乱和毁灭的时候，维持中道需要原则和智慧。我们知道你们是如何渴望地要达到完全的自我主宰，然而正如我们常讲的，捷径并不更好。你必须要愿意让你的高我和协助天使设定你提升的脚步，因为我们的优势是在于能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到整个世界，以至于你们每个人的内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时我们能通过最具可能发生的未来的能量，去诠释即将到来的事件结果。在这些时刻，通过来自于父神、斜线母神和光之主的特殊指令，暂时的，我们被允许介入其中。我请你们记住，在你试图前行或在生活中要进行新的创造时，如果困难还继续出现在你面前，要知道那可能是你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时机还未到。请自觉地到僻静处，进入静默状态或冥想中，这样你的高我会告知你前行所要做的，或者可能在你的灵感实现或显化前，有些事必须要发生而你还没有意识到的。
进入当下中，了解当前你所处的位置正是你应该所在的。经常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时刻，我正位于当前能量的中心。我们请求你，随着你获取强大的生命斜线光之金刚粒子，并在放射给世界和人类之前用你的爱去点燃它的时候，请通过神圣之心斜线心智的滤网去观察你生活的体验。我们一起在这宇宙的眼镜中共舞，我们必胜。我是大天使麦克，谢谢收听，感恩祝福。